左上腿的内侧痒，我看到那个射过来的光线呢、啊，新射过来的光线呢、啊，穿到我那个左前腿的内侧啊，射过来的是个那个能量比较足，能量比较足以后，那边就温度有点升高，温度升高以后有点痒，有点痒，包括身体上还其他部位也有痒，有痒，这是新射过来的光线，穿在身体的时刻，变得能量，变得能量，高一点了啊，变得能量高一点了，就像那个送能量过来的时刻，就穿过了，穿到了身体上面啊，穿到了身体上面，就像能量，送过来的时刻啊，送，穿到了那个，身体上面啊，所以呢，变得能量穿过来一刻，光线穿过来一刻，能量穿过来一刻，温度比原来就高了啊，高了以后有点痒的感觉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这么一个情况，哎，以前也有穿透的啊，但以前呢已经退回去了啊，现在新的过来了，哎，新的过来了，哎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